小唐人，然后对我们右手边的红色的小唐人。通行止めの時間が12時までだそうです。だから急いで。那他们这个神教呢，里面呢，当然有这个神灵在那里面。他们也借由这个撞神教的这个活动呢，让这个唤醒啊，睡在这个神教里面的神灵呢，要起来呢，让大家看到我们啊一年的努力啊，跟大家的这个奋斗。那希望呢，在下一年呢，这个神明一样能够啊，能够保护我们。哎，各位，早くお城に着いて。那在这个他们撞轎的开始之前呢，他们两方呢互相来叫嚣啊，他们在这个叫嚣的同时呢，他们用日文叫跪跪跪啊。好，各位看到哦，他们的老大对他们的这些扛轿夫在精神喊话哦。
进行第二次的撞神轎。那第二次撞神轎的队伍是我们看到的这几。